干什么呢？我准备去擦擦车。你是找钱经理吧？他就开会了，不在。不，不找他，顺便买点东西。好好。听钱康说，你们俩要复婚了。啊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也恭喜你们。现在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，要么人家说这世界太小了。我那个时候。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。要是没有你们，也没有现在的我们。谢谢你这么想，韩丽婷。我觉着钱经理这个人是个挺棒的人。也谢谢你这么想。你们什么时候办呢？等房子拾到完了就办。那我们干脆赶一块儿吧，回去跟杜梅说说。好啊。 这可是咱们的特级保护文物。哎，咱们俩跟他们一块儿办行不行？你还没说呢。好嘛，那样。哎，呀，大夫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算你走运，没伤着筋骨。哎，郭大夫，你开个假条吧。行了，还开什么假条啊？ 就擦破点皮儿，就是。好。杜梅。哎。你坐前面吗？ 先送我去饭店。祥子，听见没有？老板发话了。哎，是经理。钱经理真是调教有方啊，就没这么老实过。下午你就不用接我了，我自己打的。杜梅。啊。今天连车带人就都归你使用了。真的啊？我成老板了。<笑>走。 干嘛呢你？啊，没事。你怎么了？
我这手老觉着没劲儿，累的吧？可能是。慢点开啊。哎，咱们去哪儿啊？照相馆啊。还照啊？那张底片我还留着呢。照，当然得照了。新的生活就得有新的面孔。哎，为什么咱俩吹了那张底片你还留着呀？哼，我下意识的觉着吧，咱俩没真吹。那算什么呀？啊，有点像。婚姻停薪留职。不用换药了，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怎么老觉得没劲儿啊？有时候吧，一下子就不听使唤了，就跟不是我自个儿的。伤口挺好的，要不照个片子吧？哎，行。穿衣服吧。哎，好。来，快进来，方言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呦喂，我说你这哥们儿太不像话了啊！你说，你这破房子还刷它干什么呀？到我那儿去吧。哎，谢了，友军，我们还是喜欢这儿。那就另当别论了啊！哎，走，喝一杯去。哎，算了吧。哎，好久没聊了，拿衣服啊，走走走走，对面。来来来，为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干一杯。干嘛呢？杯子。嗓子有点不太舒服，你们先喝吧。哎，友军，今天早上你带去住院那女孩是谁啊？没谁。什么意思？关起朦胧，正追着呢。哎，友军，你别忘了啊，你曾经说过一句。我什么也没说啊。哎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他要是再结婚，他就是孙子。这不耽误结婚呢。哎，我这次可是真的。哎，你们这次也是真的。来，为我们这次都是真的，干一杯。来吧。哎，你今天去检查了吗？去了，大夫说没什么。没事儿，可能是今天下午擦车累了。来，来，干！来，抱抱我，在干活。
使点劲儿，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？哎，有人。这样吧，咱俩换换工种，你先歇会儿，我呢负责把房子刷了。好。你回头找人把那些家具拉回来啊。哎。你也太缺乏锻炼了。哎，人跟你说话听见没有？我这不听着呢吗？哼。啊，攥住，攥住，用力。小伙子，你亲属来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您说吧。我没亲属，就一人。我什么病啊？怎么说呢？你得的是一种罕见的病，在医学上称作是肌无力性疾病。肌什么力？具体的说，就是神经性肌肉间传递功能产生了障碍。上肢无力只是首发的症状，如果继续发展，便会累及全身的肌肉。一旦呼吸肌进行性无力达到不能维持正常换气功能的程度，便会窒息而死。你们给个痛快话吧，有治吗？你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，你呢要尽可能的卧床等死。对不起。我还有多长时间？这很难说，也许三年五年，也许十年八年，也许……啊，您别说，我知道。
什么急事儿啊？你把我约这儿来。这钥匙你自己开回去吧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不想开了。见鬼了你！没错，见鬼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别，干嘛呀？节哀节哀，我就是怕杜梅这样才来找你的嘛。他要是知道，非得急疯了。所以啊，不能让他知道。你再去查查，说不定不对呢。不可能，三家医院都这么说，而且是最权威的医院、最权威的专家会诊后的结果。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？万一哪天我真的不能动了，他要为我擦身子。然后他的头发落在我的肚子上，痒吧？又够不着。求求你，别说。那为什么？谁知道为什么呀？甩给我车钥匙，他就走了。我觉得他好像哪儿不对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没跟我说呀。就这样吧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喂你吧。用不着，指不定谁抢得过谁呢。洗手去。这还是杜梅教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快点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没用，我那兜里边有针药。啊。心思地明，我得去买注射器。你就不怕撞上有熟人？你一人待着行吗？死也得等你回来以后。贾玲，嗯，
等会儿，我还没打完呢。喂，请问潘友军在吗？不好意思。你说什么？潘友军他们家楼底下有一男的，我上面一吵吧，他就上来了。嗯，开口就说不好意思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斗什么劲儿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方言跟钱康说他不干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帮我找找他去吧。咱们去看看。哎。嗯，你别说，这药还真灵。你得赶紧住医院，这种病一犯就会失去控制能力。你应该跟杜梅说了。然后呢？让他陪我到死。只有这样了。不，我谁也不让陪。我想让他恨我，离开我。佳玲，嗯，咱们是好朋友吗？你帮过我，帮过我们很多，你再帮我一次好吗？最后一次。你说吧。您说这小子能到哪儿去呢？反正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。杜梅，你们真的没吵架吗？这就怪了。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，这小子能到哪儿去呢？我们还到哪儿去找？真好，你自己都这样，可想的却是……得了得了，不说了，好吧，先吃饭。哼，我就是想死的安静点。哼，一个人干坏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干坏事不干好事。还动。可这样杜梅照样还痛苦啊。那不一样，他习惯于我活着跟他闹，不习惯我这样要死不活的垂死挣扎，只能这样了。我先把他赶得远远的，以后再说以后的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可我觉得还是不合适。就没有合适的事儿。你浑身是劲儿的时候打个没完，终于打完的时候吧，浑身又没劲儿了。招谁惹谁了？凭什么轮到你啊？谢谢。哎，杜梅，我在停车场等你啊。好。方言，吃苹果还是吃梨啊？苹果。嗯。你说杜梅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你们俩好不容易。
喂，喂，哎，是他。喂，喂，喂，哎，杜梅啊。对，是我。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大厅呢。大厅。啊。就在楼下呢。啊，对。方言在你那儿吗？方言。他没在呀。哦，是吗？啊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样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哦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嗯，再见啊。再见。我怎么直抖啊？你还得抖。啊。他这就上来。你想啊，他这么急着找我，你为什么不问问原因？他就在楼底下，你心里没鬼，你为什么不请他上来？你身体不舒服，他为什么不能上来看看你？你走，快点，别磨蹭。哎呀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我现在出去正撞上他，那不一样吗？还不如等他来呢。那他来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你表现得心越虚越好。哎，那可是你。哎呀，别说了，你现在尽力无解，剩下的话待会儿再说。方言，这不行。走。我没猜错，你没必要进来，受这份刺激干嘛？你就不想解释一下吗？都这样了，还用解释吗？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适可而止。无耻！你瞧你那无耻的样子。贾玲呢？他不想见你。他不想见我，你算他什么？事情到这一步了，你应该有点印象。请你冷静点，别在这瞎折腾。你无法干涉我的选择。下流的东西！我自己是什么，我自己清楚，用不着你在这说三道四。就这样吧，现在请你出去。你赖在这儿，对你我都没什么好处，还不如别闹得跟夫妻似的。咱俩什么都不是。幸亏不是。贾玲，你给我出来！杜梅，别闹了，咱们都别闹了。跟你闹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今天来就是来看看你是个什么德行。看看你这个小母狼脱了羊皮到底是个什么嘴脸。你用不着对他尖牙利齿的，我是我的主意，我强迫的他，有什么话你对我说就完了，你别说人家。心疼了你，我就骂，我骂死他。贾玲，你这你混蛋，你给我滚滚。我真后悔那天没一刀杀死你。现在也不晚，刀就在那儿。梦，真像一场梦。等等，麻烦你把那套家具退了。非得这样吗？
找着他了吗？他在这儿，在哪儿？告我房间号，我找他。不用，麻烦你送我回医院好吗？两位这边请。哎，坐。嗯。嗯，来吧。感觉怎么样？行。想吃什么自己点吧。别弄这特殊待遇，我只要有一口气儿，也算一活人。那你就别喝酒了吧。我还就想喝酒，我想庆祝我这一生。快活到头了吧，才明白，其实生活对于我来说，是满满登登的。我觉得我活着挺充实的，我没有白活，有人爱我。杜梅真应该在这儿，而不是我。好，行了，咱不说这些，点菜吧。挺滋润的。哟，潘友军来了，坐下一块吃点吧。来来来，快坐，来。你请客啊？嗯。是付里拉、美金还是人民币啊？哎，你那个意大利黑手党没跟你一块回来，多好的机会呀！干什么你？不干什么，想跟你谈谈。走吧。哎，干什么去啊？方言，你这么干是不是有点缺德了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成了道德卫士了？义正辞严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走，咱们找杜梅去。啊，你把人当狗了，想哄你就哄啊。房子刷的差不多了，家具也定了，喜糖都买了。你小子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坑人到家了？我愿意。轮谁也轮不着你教训我呀，我愿意跟谁好跟谁好。我是不是捷足先登，碍你事儿了？方言，我可警告你，你要是犯浑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咱们可都是男人，我不管你以后怎么着，杜梅那边你给我安顿好了。你想安顿你安顿去吧。方言，你是不是找咽气儿呢？对，我就找咽气儿了，怎么着吧？行了吧，咱们也扯平了。非得这样吗？让所有的人都恨你。你也可以这样了，都躲我远远的。痛苦大合唱是最难听的，
我想安静的走。别，我都知道了，何必呢？再说我还得给你打针呢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一直喜欢你。从看见你的第一天开始。如果你觉得过分的话，我可以改个词，有好感。谢谢。你睡里边大床，我睡这屋。嗯，我走。别走了，你现在一个人走多危险呢。我现在是最没危险的了。就这样，只能这样。方言，别走了，就让我再看你一眼。明天把你送到医院去，我就不会再见你了。不，我还是得走。方言，你就别走了。真的别走了。你好，查理先生。嗯哼。怎么你回来也不先打个电话？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是吗？不不不，查理先生，我想你一定误会了。我可以同我的妻子说话吗？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，请你出去。好，我这就走。方言，别走。妻子？谁是你妻子？那你那个杨太太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我不想再谈。我还不想谈了呢。你有本国的太太，我也有本国的丈夫。你要再不出去，我要报警了。很好。我想，中国法律首先受理的是重婚罪。先生，您的行李。不，他不住这儿。对不起。嘉玲，你要想一想，你以后怎么办？想好了。房租已经预付了一年，这段时间够用了，请你立刻出去。晚安。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告个别，可能再也来不了了。
跟查理解释一下，要不约他到医院，我跟他谈。你们的关系别说了，就是死我也不会再理他了。那干嘛嘛？我是找丈夫，不是排队买鱼。那天晚上真有意思。杜梅跟我说了。好像有人来了。我真想像石静那样从这儿跳出去。但不是往下。而是往上。哎，杜梅是怎么知道的呀？给方言看病的大夫正好他认识。咱们这是去哪儿？杜梅让我把你拉回家。一块去吧，还是你自己去吧。Thank you.
几分是忽里又忽。